嗨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吃酱博加酱博，这个是日版。这支影片我们来魔族之剑，直接把它上五阶后。目前这一把武器是四阶，那我准备了20张来试看看能不能上五阶。有人说100张都点不到，我们来试看看，搞不好等一下这20张就上了。 OK， 来第一张，第三张，死去，第四张，第五张，第六张，哇，会绕赛啊吗？买啦，第八张。第十章，拜托，哎呀，最后第十二章死去，第十三章，拜托拜托，哇，真的真的，最后六章，最后四章哦。最后三张，哇，最后两张喽！拜托拜托拜托！哇，该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？这一把，拜托拜托，最后一张了哈！海底捞月的海底捞，三二一。哇，真的很难哦，不是那么的简单，好吧，影片就到这边啦，下次再来挑战，再接再厉啊！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各位，拜拜。